搓取好了，他怎么把它灌在那个所谓意象神经仪，或者是质谱体，他就是把它注入。他不是说每一做一次就采一项一个样品，那萃取也另外一个萃取，一个一个来这样做了21次，所以这个他自己本身呢、啊、对这样的一个实验室的做法就有一点点疑惑了。每个部位都没有，只有那个部位。 有残留，嗯，啊，那西部特罗的药品哦，那是非常的贵了，5 mg 要3万块钱呐、啊，如果要投在饲料的话，哦，那个根本哦，下面的铁砖根本都不得了，赚钱啊，还不。